今天我们要来冲吧。然后因为我上高中的关系啊，所以时间上面有些压力啊，所以把直播的时间往后调到9点到10点，这样子。所以以后直播就是9点到10点了。今天我们就要来冲这个榜啊！调整状态，我们来开始了。第一个就直接 AK 了。对，在这个 VS 模式下，冲榜会变得更难，因为敌人会发，再加上有队伍制度，所以如果被发闪电了，打在我们身上，对方就会没事了，这样伤害很大。对，完全稳扎稳打，都没有落后。就算对方一直在两倍，我们还是一样能够照打。没有狂热啊！我连个香蕉了。但这个香蕉只有做一半啊。没有新纪录多少呢？再一次来。靠！瞬间启动啊，那个变大。好难哦。哦，这个狂浪还可以啊！
哦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哦哟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哎呀，可以啊，这分数。啊，没有连断了，被蓝哥打到没连断了。有下分数，这个分数很可以吧？所以啊，新纪录4000分，我还差多少？我还差10000啊，这么多、哦。这个车子是二阶，有点劣势。希望我可以得到那前三名，前三名有56000，还差10000。56000，56000好像不知道，不记得了。我刚才只有看第一名的，差了13000。因为第一名已经到69000了，算自保。这红龟没找到我啊！这些金币放的地方都有点狡诈。再一次好了，没有狂二。我不知道在上面还是下面分数都不多哎。没有狂热啊！这契尔马六好像不怎么狂热。嗯，只有300分而已，不好不好，这不好。那我总算超过前进一名。哎呀，那今天有得到一张稀有券啊！不过我拿到，不过好像把它拿去给那个罗杰塔了，我倒没想到要给他，给这个马里奥。其实还要8张啦，也不够。还是甩我的比较好。
你要撞我？我说我等下乱吃香蕉。哦哦哦哦哦对啦，我直接中掉那个红龟。还蛮狂的啊，这只有一个金币吗？不够啊。哦，两个金币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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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分数很好，这分数很好，应该吧，18025分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新记录了3000分。哦，中间差距那么大哦，中间差距是这么小的哦。我说第一名原来是独自一个人行动啊。啊，分数跟第二名相差一大截，第一名应该是没办法的。我第一名应该是没办法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还剩这一关。看一下能不能冲出第二名。哦，这一关也不简单耶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这样子我没有，我现在的手上的道具票据很多，所以我会狂用。不然我那个道具票据都是一直赚到的状态，我但是怎么花也花不完。哦哟，4000分，我可以进第二名。第一名的稍有困难，不过我们可以巩固一下第二名。不知道几张啊？10张啊？哦，还差一张哎，哦，还差一张啊？多少？啊，200张，哎，200块啊。没问题啊，200块。来吧！来吧！
今天的直播可能会有点短哦，因为有点。今天算是事情排得满满的，因为高中的东西也实在排得很多。要这样搞我，我要打个分数吗？Give me the point， 靠腰不是这样啊。不是这样啊。好啦，追求完美了。那个是变大，哦，全部都是防御道具。这一次终于没有变大了。妈的，戴西公主很恐怖。哦，干，怎么那么快？而且还录一集发的哦。Oh my god！哇，我要重来多少遍啊 ？OK， after。哎，我怎么非要有个狂热啊？我狂热力很高吧？是吧？两个好像全打在一起了。哦，一个金币狂热。黛西公主好让我紧张哦。哇，无能为力啊，这个道具。哦，两个金币了。两个关卡，两个金币了。没办法，三次了。哇，你要是再给一个金币，我会更爽。啊，少甩一次。哦，少甩一次。哎呦，这几分？这4000啊，没有第一名啊，第一名还有3000分，怕了。那我们先打到9:30就好了，因为我后续还有很多事情。好，这边这一关没有两次金币啦，这一关就只有一个冲刺蘑菇跟一个香蕉啊。我靠，你就是个变大，这变大好不明显哦，我们应该要给他放一个亮晶晶来，让它闪亮，我才能知道它是变大，我们就可以躲开了。在他周围撒亮片。9月26号，9月26号这款游戏要进行
维修，在维修的时候不能进来，是九点到十二点，总计半小时。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这款游戏首次禁止进来、禁止进入的，不然就是我之前有的印象了。我还记得这游戏刚出的时候只有单机可以玩，现在都已经成长到现在成这样了。我刚刚绿龟狂热了，但是我已经按重来了，因为我直接被撞飞。道具破坏了！哦吼吼！啊不行啊，那个我当时有狂热，这一关到时候已经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一万了，这样很破。问一下，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一万了，当时已经两次狂热。这一关很难跑啊，超难跑。说这个循环赛有三个证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啊，我没有放的意思啊！啊，不行，马上没有黄了。都已经六万六了，差第一名只差三千了。所以我把金币得一，我们把奖牌得一得，然后我们就结束吧。一个香蕉饼。
啊，是不是百发百中？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啊！这个完全不够啊！因为我们差了一个蘑菇啊，原本还有个蘑菇皇乐，我这一关25000啊，是不是？对，25130分，相差4000。那我今天先玩到这边了。真的耶，三个计时赛。我今天先打到这边吧，因为我后续还有事情。大家拜拜了。